好，我们去台东要赶火车，而且呢，还是要进店哦，地下达台湾的火车。快一点，剩下真的是差不多剩下10分钟，我们真的要快。 先走，先走。还好台湾真的很方便，有一个专用的月台，真的今天是一个棒的运动。剩下5分钟 ，Hello， 台东。哎，还没说跳呢。不，这边。你们是几点的？6点。没有，我的国家在这边。帮我拿，后面有。好了，谢谢。哦。哦。 真的很担心会错过这个车子。哎，Ken跑得很开心，Ken以后应该是那个跑步健将，我觉得那跑超快的。<笑>然后英奇说：“哎，发生什么事？坐在推车让我刚刚推。”OK， 我觉得安全抵达，没问题。Çünkü kızım kırmızı oldu. Sebebi ne biliyor musun? Tren geliyor birazdan. Yeah. 我们的火车到了。 我现在很好奇，到底他们像的火车和上面他们会乖不乖？因为他们第一次要搭火车，而且呢，差不多要3个小时。3个半。3个半吗？哦哦。好，这个好的，谢谢。谢谢大姐，谢谢。谢谢你。阿德，谢谢。阿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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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顺
Later. 现在刚上车三分钟，他们开始吃东西，看两位暴走。目前他们两个很乖，我期待接下来的路程，希望会这样子平安的结束。 20 minutes later. A few minutes later, 他们开始放兵器了，没办法在里面，所以我们离开妈妈，来到走廊这里。这里至少能出声音的时候，至少不会打扰人。妈妈，我这有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妈妈，你先睡觉，三百零八三。你先睡觉，妈妈，三百零八三。Hadi bakalım şimdi böyle oynayalım biraz oynayalım mı? Hı. Oynayalım mı? Hı. Tamam hadi böyle oynayalım seninle. Çi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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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çik. 5 minutes later. Gel. Ne oldu? Fena tadı bıya kaysadı. Hadi kızım gel anneye gidelim. Gel. Moments later. More moments later. 因为他有个习惯啊，他一样的哦，一直重复出。这是什么？刀子吗 ？A few minutes later， 睡觉了。是
终于快到了，快哭了。他说火车开好慢，以后他不要来。我说这里很漂亮，游泳池。等一下看他下次要不要再来，你可以问他。他现在应该很累哦。闻到一个，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味道。那怎么形容？大自然呢？对，天。没有的，真的没有的。而且这个味道其实西部也没有哎，就是有一个海的味道哎，真的。它是一个，这里是因为你知道这边是种田嘛，我已经安排了一台车子要来接我们，我们从这里直接过去饭店那边，饭店是蛮近的，热会是一个蛮有名的饭店，游泳池啊、villa 那些都有。等一下呢，小孩子看到我们要住的villa， 他们会觉得哇，好酷哎。尤其是 Akim 会看到，会觉得太棒了。Five minutes later， 我们到了饭店，刚好在路上，我吃东西，超饿。因为还没有看到什么，只觉得这真的有那个国际度假的感觉。你是刚才高尔夫球的样子哦。有啦，只是没有比较少坐那么长，坐了两排而已。因为这家饭店蛮大的哦，现在这些都是 villa， 真的是露天的 villa 哦。到了617是我们的 villa， 我们已经在饭店里面了。我们的 villa 非常大，外面的游泳池真的是让人很想要挑水，但是因为现在我太累了，很想要睡觉。那下一个影片呢，我确定介绍给你们我们的饭店还有附近的景点，尤其是波浪大道。因为呢，我一直很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亲眼看波浪大道，是台湾最漂亮的风景之一。那今天你们欢迎跟我分享，你们觉得这次我们的这个搭火车的挑战什么样？其实应该是算成功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安抵达的。对啊，平安抵达算很成功，但是我觉得我一开始以为他们会更疯狂，其实还好。耶！爸爸，你不要！要！对不对？还 OK 了，一开始老婆有点担心，但是呢，我们处理得好，朋友们。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真的太累了，要睡觉了。See you。